B， 它基于 Jetson Nano 开发，使用 ROSE 操作系统，并搭载 AI 机器视觉，不仅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学习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快速将你的 AI 创意变为现实。它搭载了一个高清广角摄像头，并支持竖直或水平安装。 Jet Max 能够以更高级的方式感知外界环境，通过对目标物品进行深度学习，Jet Max 可以实现更多酷炫的玩法，比如垃圾分类、数字计算、字母拼写等等。不止如此，通过 AI 视觉， Jet Max 还能计算出目标物品的位置坐标，进而实现目标追踪、角度调整等玩法。 Jet Max 还能识别出人体特征，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AI 的力量。机械臂的机身搭载了三个高压智能总线舵机，可以对位置和电压进行反馈。巧妙的设计让 Jet Max 拥有更大的运动范围和负载能力。通过编程，我们还可以实现机械臂的路径规划。除了电动吸嘴， Jet Max 的末端还可以安装各类机械手爪、电磁吸盘、画笔等工具。有了它们，我们可以搭建更多有趣的 AI 场景，手势识别、隔空抓物、表情识别、食物分类、电磁吸附等等。通过 APP， 我们可以对 Jet Max 进行快速体验，选择相应的功能图标，就能开启 AI 之旅。为了更方便体验，Jet Max 还支持 PC 上位机控制、手柄控制和鼠标控制。 Jet Max 的控制器预留了多个拓展接口，我们可以搭载各种电子模块，解锁更多酷炫的 AI 玩法，人脸追踪、口罩识别、品质检测、语音交互。开始分拣蓝色。收到，现在分拣蓝色。无限的 AI 创意都等你来实现。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工程师， Jet Max 都是一个优质的 AI 学习开发平台。为了降低学习门槛，我们为您提供大量学习资料和相关软件，并将 AI 玩法程序全部开源，陪你一起探索 AI 机器人的世界。这就是 Jet Max， 你的创造力无可替代。这是 Jet Max， 一款真正的 AI 视觉机械臂。它基于 Jetson Nano 开发，使用 ROSE 操作系统，并搭载 AI 机器视觉，不仅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学习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快速将你的 AI 创意变为现实。它搭载了一个高清广角摄像头，并支持竖直或水平安装。 Jet Max 能够以更高级的方式感知外界环境，通过对目标物品进行深度学习， Jet Max 可以实现更多酷炫的玩法，比如垃圾分类、数字计算、字母拼写等等。不止如此，通过 AI 视觉， Jet Max还能计算出目标物品的位置坐标，进而实现目标追踪、角度调整等玩法。 Jet Max 还能识别出人体特征，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AI 的力量。机械臂的机身搭载了三个高压智能总线舵机，可以对位置和电压进行反馈。巧妙的设计让 Jet Max 拥有更大的运动范围和负载能力。通过编程，我们还可以实现机械臂的路径规划。除了电动吸嘴， Jet Max 的末端还可以安装各类机械手爪、电磁吸盘、画笔等工具。有了它们，我们可以搭建更多有趣的 AI 场景，手势识别、隔空抓物、表情识别、食物分类、
电磁吸附等等。通过 APP， 我们可以对 Gen Max 进行快速体验，选择相应的功能图标，就能开启 AI 之旅。为了更方便体验， Gen Max 还支持 PC 上位机控制、手柄控制和鼠标控制。 Gen Max 的控制器预留了多个拓展接口，我们可以搭载各种电子模块，解锁更多酷炫的 AI 玩法，人脸追踪、口罩识别、品质检测、语音交互。开始分拣蓝色。收到，现在分拣蓝色。无限的 AI 创意都等你来实现。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工程师， Gen Max 都是一个优质的 AI 学习开发平台。为了降低学习门槛，我们为您提供大量学习资料和相关软件，并将 AI 玩法程序全部开源，陪你一起探索 AI 机器人的世界。这就是 Gen Max， 你的创造力无可替代。